伯恩掌握住这个防守篮板。这边换手运球之后球掉了，哇！这边戴廷恩可能在他的脚踝部分又出现了一个伤势哦。哇，这个那这样可能是富邦勇士以及所有球员球迷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。他的右脚被林一辉给踩到了，是基本上这种动作是廷恩本身的脚是有一些旧伤的情况，然后又被踩到，在内侧的部分有被挤压拉扯到哦。这个压下去不比较不像是外侧的这个受伤哦。这个是不是跟一般扭到脚踝比较不一样？他是在被踩到的情况下，他往前跑，等于是有点脚踝在地上，但其实整个脚要被抽起来的感觉。一般来讲，我们都是比较常看到的是扭伤外侧的一个韧带。对，那现在踩进去之后，内侧的部分。像扭到内侧的部分，那本身又有一些旧伤的状况下，这样的动作，我们看这个角度也比较明显，内侧这样被扭到内侧的状况，那以及他在这一只脚的部分呢，也是有一些旧伤的状况产生，所以这样一踩下去，